我是艾比，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。前两周嘛，我一直都在准备我的品酒师考试，所以过了两周视频 ，sorry。But 辛苦总是有回报的，我放下笔那一刹那，我就知道我绝对考过了，把 YYDS 打在公屏上。今天 Napa 的温度高达37度，我感觉我走出去门口，我整个人就融化了。所以呢，我最近除了白葡萄酒跟气泡酒，我对什么红葡萄酒都提不起兴趣，夏天只想喝白的扣一。今天我呢就来跟大家安利三种非常小众又好喝的白葡萄品种，告诉你该选择什么产区，便宜又好喝。我还贴心的把它们分为三种不同类型，有清爽舒服型、果香爆炸型，还有甜美低酒精度型，总有一款适合你在夏天微醺。首先我们从清爽舒服型说起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啊，就是到夏天没有什么食欲，有时候呢葡萄酒它味道太浓，反而让你没有什么胃口，那这个清爽舒服型就绝对是你的菜。我推荐呢大家可以去买奥地利的Glühwein, 我们中文名叫绿维特利娜，是不是这么拗口，够不够小众？ Glühwein 呢是奥地利这个国家种植最多的葡萄品种，而且呢就是因为奥地利的气候比较冷，所以给了 Glühwein 比较清爽的口感和高酸。我觉得 Glühwein 这个品种最奇特的体验就是有一股白胡椒味，白胡椒味的白葡萄酒能喝吗？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。我今天呢选了来自奥地利的 Just whatever。从颜色看呢，它是那种浅浅的柠檬黄。哦，我那个白胡椒味，哈，上头。白胡椒味之后呢，它是那种青苹果、白桃的味道。哇，太舒服了，那种白桃、柑橘、青苹果、柠檬，然后在你咽下的那一刹那，就是那个白胡椒的辣就 ，pew。那第二款夏日必备微醺果香爆炸型，这款我说真的喝过的人没有不爱上它的，但我发现身边知道这个品种的人却不多，主要就是它这个拗口的名字把人拒之千里之外。它的英文名叫做 Glühwein。我讲真，如果你现在让我拿支笔把这个英文单词拼下来，我绝对拼错。但是呢，我们中国这边给它起了一个特别有诗意的名字，叫做琼瑶浆。哎，这跟我们琼瑶阿姨有什么关系吗？情深深雨蒙蒙。琼瑶浆这个品种最经典的产区就是法国的阿尔萨斯。大家买琼瑶浆找阿尔萨斯这个产区。琼瑶浆呢这个品种它的香气是非常有辨识度的，最经典的香气就是很浓郁的荔枝味，还有很香的玫瑰花香。据说它的玫瑰花香呢比香水还香，有香水葡萄酒之称。那我今天呢选的这瓶是来自法国阿尔萨斯的 Domaine Elementaire Lagune。 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打开啊，我都已经能闻到一股荔枝味。荔枝就是那种刚刚剥皮的荔枝，还有玫瑰、哈密瓜、生姜、蜂蜜、果干，这个真的是太香了。这款酒是甜的，我发现大部分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琼瑶浆都带一点点甜。最后一款微醺夏日必备甜美低酒精度型，这个葡萄品种也就是让少女们尖叫、江湖人称小甜水的莫斯卡托。爱喝小甜水的扣一，我在这里要澄清啊，莫斯卡托它指的不是一个品种，而是整一个家族的名字。光是叫莫斯卡托的葡萄就多达200多种。那你说市面上这么多叫小甜水的，我们应该怎么选？那我自己最喜欢的产区呢，是来自意大利皮尔蒙特的 Moscato di Asti。大家买小甜水呢，就认准酒标上有没有 Moscato di Asti 这个名字，酒精度很低。一般呢只有5度到5.5度，我今天买的这瓶呢就是5.5度，这种呢非常适合一杯倒的酒鬼或者是不太会喝酒的酒鬼，口味呢也会更甜一点，通常呢会带一点点的气泡，但它不是像香槟气泡那么多，所以呢是用普通的这种螺旋盖或者木塞就可以了。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买这种酒的小贴士啊，那如果你想买高质量一点点的小甜水呢，你要认准它这个酒脖子上有没有 DOCG 这个标志，他们是有很多严格的规定的，比如说这个葡萄只能在哪里种植啊，什么时候摘啊，这个葡萄的总产量啊，酿造啊，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。
广才能被 DOCG 认证，所以呢品质也会高一点，当然价格也会高一点。但是呢我发现我今天啊这三瓶酒没有一瓶是超过$25的，就是都在150人民币以下，可以说呢是性价比高又好喝的白葡萄酒。我觉得莫斯卡托是唯一一款葡萄酒闻起来像葡萄味的，很多葡萄酒都是没有葡萄味的 surprise。但是呢只有莫斯卡托是有一股非常强烈的葡萄味，以及有一股白桃哈密瓜，还有一点那种橙花香的感觉。我们来试试啊，太好喝了耶、yeah. 完全没负担，低酒精度，喝起来呢就是跟喝那种葡萄汽水一样，但是呢比葡萄汽水又更有意思。那看到最后这里的酒鬼，我给你们个福利，我来分享一下夏天 Moscato d'Asso 的隐藏喝法。我呢会在里面放上一根冰棍，就是跟小姐妹聚会的时候就是会特别特别好看，然后呢你就可以一边站着冰棍一边喝酒。看完今天的节目，你们的夏天已经被我安排得明明白白了。如果让你选你的夏日微醺饮品，你会选哪一款呢？是舒服清爽型、果香爆炸型，还是低酒精度甜美型？在上方扣123告诉我吧。最近的节目呢，我都会分享很多我在夏天喝的解暑酒饮品。要不下期我们从西瓜开始？我选的话，我全都要，因为我都有。Bye bye guys.